遇到歪斜的路面，闭着眼睛走就不会感到晕眩，你觉得是真还是假？网络指出，921在南投震出了一个倾斜屋，只要走进去屋内，就会令人感到头晕，路都走不好。据说是因为重力和磁场改变而导致。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感到头晕呢？小兵和少廷实际测量发现，倾斜屋内的重力和磁场都没有改变。头晕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倾斜屋的特殊构造，使眼睛找不到真正的水平线而产生错觉。当视觉与其他平衡知觉系统有所冲突时，便会造成晕眩。因此，只要将眼睛遮住，摒除视觉讯息，让知觉系统彼此间不打架，这样就不会头晕了。